好有更进一步机会认识这两位小帅哥吗？因为好像我收集五题是来自粉丝们的提问，然后呢会就在这个大荧幕上面，我们就让这个明焕跟陈炫，对，哦 ，Q&A 时间，好，好，我们来看一下啊 ，Number One 第一题是什么？好的，哦 ，FBI 呢已经出道10周年了，心情方面有变化吗？两位老妖，我想要挑战的新的领域，哦。일단은제가데뷔했을때는아까그영상에서봤겠지만刚刚首先我要先讲我出道的时候，大家刚刚透过影片看到了吗？我出道的样子。제가봐도진짜좀너무애기였던것같아요。就在我的眼睛来看，也是觉得那个怎么那么像个小孩呀？애기도많이하고근데그때그런거했을때되게좋아해주셨거든요팬분들이然后还很撒娇有没有？然后那时候粉丝们都很喜欢我那个样子的。네지금이제사춘기가지나고现在青春期已经过了。제가하면서되게부끄럽더라고요然后现在觉得我这样子像以前一样这样撒娇的样子，让我觉得有点害羞。我好想看哦。我真的好久没有了。Oh no！ 真的要再一次，再一次，耳朵都红了。哦。그런심정이변화있었고요有这一方面的就是心情上面的不一样啊。对，그래서좀애교도많이없어진것같기도하고점점음악에대한좀진정성이많이생긴것같아서그런것도여러분들많이응원해주시고可能就是撒娇可能比较少了一点，可是我对音乐的一个真诚的心是增加的，然后粉丝们也对这样子的我也给予支持。그런부분이앞으로도굉장히기대가되고그리고제가앞으로정말해보고싶은거는무대에좀많이서보고싶어요然后这部分让我真的蛮期待的，然后另外我以后真的很想要尝试的部分的话呢，我希望可以多站在舞台上面。그럼여러분들이많이불러주시면더열심히한번해서드럼말고도다른모습도많이보여줄수있도록노력해보겠습니다如果大家一直这样支持鼓励啊，然后让我有机会在能够站在舞台上跟大家见面的话呢，那除了打鼓之外，其他的面貌我也真的想多努力的想要去尝试。打鼓，你出来前面唱歌好吗？要去试，要去试。陈炫说：“你办得到，你办得到。”OK。好，谢谢你。总有一天，总有一天。嗨，感谢米达，谢谢你。好，那陈炫呢？觉得有什么样的长大的地方？저는사실방금이제팬분들이영상을만들었었는데刚刚我们看了粉丝们你们大家为我们做的影片嘛？이제포기하지않고이제5명이서뭉쳐서나아가는거에있어서我们五个人呢一直以来就是没有放弃，然后一直往前进的这个点的话呢，힘든데버텨준다는말이아주방금되게와닿았었거든요然后刚刚大家想了嘛，虽然可能就是比较辛苦一点，但大家一直坚持这句话让我真的是说到我心坎里了。사실지금저희가 FT Island 라는팀을하면서이렇게음악을할수있고팬분들앞에서공연을할수있는것은我们现在以 FT Island 这样的身份可以在粉丝面前在舞台上面表演的原因呢？네정말진짜행복한데我们真的很幸福啦가끔은진짜로약간좀솔직히말씀드리면아음악을계속할수있을까라는진짜진지한저에대한고민을한적도있어요虽然真的是在舞台上面表演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可是有的时候真的会让我心里觉得说啊，接下来未来我还可以继续做音乐下去吗？一直有这样子的想法。네그럴때면이제저희는이제라이브를통해서되게스트레스를많이해소하고하는데不过有这种想法的时候呢，我们会透过现场演出的 live 的这样的舞台，可以疏解一下我们这样的一个心情的压力跟一些心那个难过的心情。네그렇게진짜포기하고싶을때도이렇게만나잖아요可是虽然我们内心可能抱着想要放弃的心情，可是我们还是可以跟大家这样子见面啊。그러면포기못할것같아요那我就又内心又觉得说，我不能这样放弃下去。
그래서앞으로도계속F 탈렌트는유지하면서각자가멤버들도그렇고저도그렇고연기도할수있고예능도할수있고여러분한테더많은멋진모습을보여줄수있는그런만능의엔터테이너로거듭났으면좋겠습니다所以希望日后呢，当然我们 F Talent 是会持续下去，不过呢，会各自会以不同的领域，也许演戏啊，或是参加综艺啊，或是其他有很多的领域嘛，所以我们可能各自都在领域上发展成功之后呢，能成为一个全方位的一个艺人。那接下来想要考上的领域呢？性感巨星吗？sexy 啊，저는섹시스타는그훈이가훈이 say I'm sex reader 아근데저는어예정신라신인가요정신정신회장서멋있섹시저는섹시보다는그냥팬분들에게여러가지되게모습을많이보여드리고싶어요네像我的话呢，比起说什么性感什么的，可能我不太适合。可是我可能想要展现多方面，就是很多不一样的面貌给大家看。是的，幽默担当啊，哈，谈笑风生，真的。啊，幽默。哦，幽默。哎。非常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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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狗狗。所以第一题这个回答应该大家都满意了哈，再给两位的掌声鼓励鼓励。好，那接下来来讲 number two。哦。如果两位在 F T Island 当中要组成组团，三位哥哥要选择哪一位一起组团？也请说明一下原因。好，到底是神队友还是猪队友呢？就让两位来回答一下哦。好，而且你让陈炫先来好了吗？好，啊，저는의외로종은이형이랑해보고싶어요。可能大家觉得很意外，但是我很想跟钟勋哥一起组一下。但是，같은기타고또큰형이기때문에약간좀불편할때도있어요사실因为我们两个人其实都是吉他嘛，都是吉他手，而且他是大哥哥，所以有的时候真的네跟他相处比较不太方便。근데제가기타잖아요근데그기타노래가없고그냥기타로연주하는노래되게좋아해요然后我也是弹吉他的嘛，那我很喜欢用吉他弹奏音乐的那个声音。그런무대를만들어서종훈형이랑둘이이렇게팬분들한테선물하는것도되게좋을것같아가지고就是没有音乐，纯弹吉他哦。那我觉得跟钟勋哥两个人一起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当做送给粉丝的礼物，也是觉得很棒。对，我们钟姑娘也挺好的。有机会的，我想跟钟勋哥来合作一下。很期待，这个很有可能哦。就是单纯吉他的弹奏专辑是有可能真的被等到的。같이곡만들어가지고对啊，我们一起作曲之后一起弹奏。OK， 土地们出资帮你们发片，好不好？一人一万，一个人一万韩元，等下就立刻收款。谢谢。不客气。谢谢。好。所以呢，这个陈炫想跟这个钟旭一起组团，那对啊。저는승현씨제외하고요。要除掉陈炫吗？对对对，两三个哥哥。嗯。저는재진이형이랑하고싶어요제가그 F 탤런트 처음멤버를뽑을때가장먼저뽑힌멤버가저랑재진이형두명이먼저시작했거든요我们在刚开始在选拔 F Talent 的团员的时候呢，第一个被选入的是啊陈炫，在真跟明焕两个人。네그리고드럼이고베이스다보니까굉장히친했어요然后我是鼓手嘛，然后是贝斯手嘛，我们两个人感情真的很好。然后陈炫在旁边说：“有吗？你们感情好吗？”친한데재진이형이또보이스가되게멋있잖아요然后在这个的声音不是很棒吗？很帅气吗？같이악기를악기를하면서노래도같이하고이런거하면재밌지않을까我想说我们两个人就是一起弹奏一个乐器，然后一起唱歌，这样是不是很好玩、很棒呢？라고생각을합니다我是这么想的。OK， 所以呢，我们这个也期待呢，全新 F T Island 的子团可以顺利成行。我们马上来看一下第三题。啊，哎。哦，如果两位不是 F T Island 成员，会在做什么样的事情呢？지금제가먼저대답해요可以先回答吗，陈先生？저어렸을때맨처음에꿈은포크레인기사였어요네我小时候的梦想就是那个挖土机的司机。제가장난감을되게좋아했어가지고因为我小时候很喜欢玩玩具
그다음에바뀐꿈이한의사接下来我的梦想就是变成了中医师한다음에제가수험증이있어가지고不我的手会抖有手抖症아유不好意思不好意思아유不好意思还针灸会灸错地方这样对啊또도안되고그래서제가 FTL랜드 가아니었다면저는그냥대학생이었을것같아요如果说我不是 FTL 的话我可能是一般的大学生吧조금은슬프지만그냥그저우리나이또래의대학생이고대학원생이고그냥아직도꿈을찾지못꿈은정했지만그꿈을쫓아가기바쁜그런학생인것같아요可能就是如果不是 FTL 的话虽然这样讲好像感觉有点悲伤不过我可能就是变成一个可能一般的普通大学生吧虽然有了梦想可是没办法还没有时间就是正在追着那个梦想跑的是努力的奋斗的一个大学生吧그래서 FTL랜드 가 아니었으면은 큰일 났죠 所以说如果不是 FTL 的话可能有点糟糕哦那幸好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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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저는그어렸을때부터초등학교때독공부를좀했거든요我在国小的时候呢有念一下法律哦초등학교때我小哦그근로기준법这个叫劳动法之类的吧对그런걸劳动法的아마지금까지공부를했다면판사가되지않았을까如果我持续我读这一块的话我可能变成一个那个法官了吧哦저꿈이었어요这是我的梦想小时候 OK 저는개인적으로미나씨가 FTL랜드 는아니었으면치킨집사장님이었을것같아요네진짜짜증很好啊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过还好两位是 FTL 的成员给他们鼓励一下哦好好礼加赞好礼加赞好好那马上来看一下我们第四题好这个很重要普利们想要去韩国玩的话去哪里比较好哦去经纪公司아 FTS 나오빠지말고저는저희집을한번보여주고싶어요我想要让大家参观我的家저집이제가진짜살고싶게지어놨던지역거든요我的房子是我就是我出的点子然后盖的然后我真的是做成我真的喜欢的一个家的样子제가직접그려가지고我亲手画的设计师설계를我自己亲手设计的哦그래서한번꼭초대해서구경해주고싶어요所以我真的很想邀请大家来参观我的房子哦机会有机会的话对我们可以分批啦大家分一些批进去这样哈哈哈哈哈看到哪一辈子啊OK 所以呢他家是一个最好的参观景点感谢好想去你家啊那陈雪是开放卧室参观吗？刚刚是开放家里的房子嘛？那陈轩是要开放他的卧室让大家参观吗？更亲密一点。제가지금 제가사실지금혼자살고있거든요。现在我独自一个人生活。근데아可是저희집을추천하고싶진않고요不太想推荐大家来看이게어머니가없으니까청소를제가하니까因为妈妈不在我自己住嘛所以打扫是我一个人打扫的所以해줄수있어요加分数我十分钟前了오케이아미안해네저솔직히추천하고싶은데가있어요其实我有一个地方是想要推荐大家저희친할머니가我的奶奶강원도고성이라는곳이있어요在江原道的一个叫高城的这样的地方제가일이지치고정말힘들때然后每当可能我在工作方面很累然后心情很辛苦的时候呢저는차를타고그바다쪽으로가거든요我会开车开往那个海边
가서이렇게해안도로를들고차를멈춘다음에走到海岸线，然后停在那里。네그그그런게있어요천천학정인가네어디위로바위위로올라가서바람을쐬면서바다를바라볼수있는곳이있거든요그쪽에然后就是被开车嘛，到海岸线某个地方，我就把车停下来。然后那个地方就好像有一个类似观景台在之类的地方，就是你走到上面可以观赏海景的一个地方。솔직히아무것도없어서재미없는데其实那边什么都没有了，可能真的很无聊。저는또의외로그런거보면서바다가되게넓잖아요然后我反而看到就是那样子很宽广的大海。그러시면은내가여태까지스트레스받고지금힘든건아무것도아니구나然后我就想说，哎，我这一阵子到底我在受什么压力啊？那个跟这么大广广的大海比起来，根本就是什么都不是。어차피저큰바다를보면저는요만한그냥한사람일뿐인데然后真的是一个茫茫的大海，我真的是一个微小微小的一个人类而已啊。저는그렇게생각하면서바다를보고스트레스를딱받고我就是用这样的心态，然后看了一下海景之后呢，舒解一下自己的压力。내려와서走下来之后呢，회의나가회회쇼유쇼유나소주是不是在喝的烧酒？所以用吃来发泄，对吗？그쵸바다옆에서딱이렇게딱지와한입먹고소주부이잖아요잠시만요然后吃了一口生鱼片，然后一口烧酒喝下去，整个就是很完送啦。这얼마나좋아아저씨같아요长得很像大叔，有没有？好，这就是海边的 Ocean View， 那个海景是我们这个城券的强力推荐的。那我们来看一下电影，好不好 ？OK， Number Five。哦，两个人曾经一起写过歌，然后呢，现在还想要在一起合作吗？还是觉得哦，对方很烦？最好不要。저희가같이곡작업한게되게많아요其实我们两个人一起作词作曲的歌很多。근데 FT Island 와는색깔이안맞는것뿐이죠只是跟我们 FT Island 的那个形象不太符合，就是。아근데진짜제가작곡을하고제가곡을되게많이쓰거든요其实陈俊说我们做了很多曲，就是我做了很多的曲。근데어쩔수가없잖아요저만의스타일이있고저는물론 FT 에맞는곡을쓰면좋지만저는제가좋아하는색깔이뚜렷하기때문에제휴대폰에그냥막날씨가비가온다이러면그때맞게또쓰고이러는데확실히색깔이맞지않기때문에제솔로앨범을하지않는이상노래못드릴걸요不过就是蛮就是可惜的是，因为毕竟我们是一个 FT Island 这样的团体嘛，而且是摇滚的风格，是他可能自己本人的色彩呢，跟 FT Island 这样的团体的色彩不太一样。因为我的色彩太强烈，我喜欢的歌曲的风格太强烈，所以我创作的歌曲可能不太适合 FT Island， 除非我出个人的专辑。对啊，你们应该很难听得到我做的那些歌，因为毕竟我的色彩，我喜欢的歌可能哦。然后就是刚刚有点漏了，他说譬如说下雨了，那我就突然间心血来潮拿着手机，把我现在想讲的一些想到的一些曲子赶快做出来，跟雨有关的这样，所以他就比较随性的创造出属于他的风格的歌曲。딱더말씀드리면은还有一个想要告诉大家，제가이랑분이랑쓴유키라는노래가있는데我跟米花两个人一起做了 Yuki 这首歌嘛。사실그전에도몇곡을썼었어요其实在这之前呢我们也有创作几首歌근데아직까지도유키를되게듣고싶어하시고좋아하시는분들이되게많더라고요可是呢到现在还是有人就是比较喜欢 Yuki 这首歌然后还想要听 Yuki 这首歌근데되게저희둘도개인적으로좋아하는노래인데这首歌我们两个人也是其实个人是非常的私底下也很喜欢다음앨범에혹시기회가되면은유키에견줄만한노래를한번준비하면如果有机会的话，지금我们来呀，我们就做一个，可以就是跟 Yuki 很类似，或者可以超越他的歌曲，可是不是现在，现在还不行。不记得歌词，가사가기억나요저제가내가앞에기억나요只记得旋律。우유の街で手をつなぎ。君と二人そうした日々俺らの中で何もない只记得前面的歌词너무오래돼가지고因为太久
네. 재밌었어요. 진짜 기회가 되면 한번 네, 더 멋있는 곡을 한번 만들어 볼게요. 有机会的话，我们会做出可以超越他的歌给大家听。 OK， 所以不管怎么样呢，这个希望呢，很快可以靠这两位房内呢，再一起写出更多、更好听、传唱度更高的歌喽，很期待。加油！